光把鼓棒拿起来。走楼梯吗？中间走楼梯，好吗？
现在呢？这是什么？Yeah.
边。那没有，对。还记得吗？小迷糊还
读哦。那等一下呢，小朋友，我们的哆瑞咪，帮我只要中间敲，等一下只要中间敲三下就好了。中间敲，我们先听一下。那还是大家等等我哦。小明湖，小明湖，我们先听一次。
椒。谢谢爸爸妈妈。